所報所有的編審和所有的同工知道，他們的行為實在令到我們接受不到。我們現在有幾個訴求，第一個訴求就是作為所報的老闆和他的員工，他實在不應該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將這些淫褻不雅的東西放在可以任由學生、家長和香港社會人士接觸到的一份免費報紙。現在是影響一個社會文化，完全是沒有社會責任和良心可言，我們非常之激憤。所以我們現在提出希望黎智英先生和他一傳媒有限公司馬上收手，立即刪除所有色情文化和不良資訊的東西。如果不是，我們繼續反鎖行動是不會停止，直至有人我們見到他不再將這些東西放在這份免費報紙裡面，因為他已經是影響我們一些心智未成熟的學生，亦都會不會去看。但是我們相信他黎智英先生作為一個家長，他都是有仔女的，是不是他的仔女或者他的仔女不知道他出了出了這份報紙入面的漫畫，他的仔女有沒有看過？我們也想知道他自己做家長，他怎樣看這些色情的漫畫，那些 SM 的圖像和配人的文字。我們這裡有三封信，一封是給一傳媒董事會的主席，即是爽報的督印人，即是老闆黎智英先生；另一封是給爽報的總編輯張劍雄先生；另外一封是給爽報的所有的家長員工，他們都有仔女的。我們想知道他在這份報紙裏面做事的心情，他抱持的態度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將這些這麼裸露、這麼色情的東西放在這份報紙裏面，目的何在？價值何在？原因何在？有沒有想過他們的子女和我們的子女都會拿到不用錢通街派？我們不理會，不是免不免費，總言之有這些東西我們就不會接受。我都想在這裡呼籲各位家長、各位教育界的朋友、各位社福界的朋友都是一起去杯葛這一份的報紙的。因為呢，其實在9月19號和20號的這一份的報紙呢，其實已經是被人諗著科目暫定為是第二類的。第二類的科目其實是不可以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的。其實所有協助來發布這份的科目的人士呢，都有機會你要是有法律的責任的。所以呼籲各位屋苑的管理處、各位業主、各位家長、各位教育界朋友、社福界朋友，都能夠一起是為我們的社會的下一代著想，我們一起杯葛這一份的不良的康物，知道我們的小孩子是能夠在一個比較清潔、比較健康的一個的環境裡面成長。這些不良資訊我們希望不會讓我們的小孩子來接觸，以至會荼毒他們的價值觀和心靈的。你是爽報？是。我呢想僅代表呢我們一班呢是對爽報出版由出版董事一路到而家呢所有含有色情和不良資訊的內容，我們心表不滿。我們曾經在前日，即是星期一的黃昏，以電郵和傳真的形式，亦都是發了封信，是想說呢拜後黎智英先生，想將我們的訴求和我們的不滿是向他直接表達的。現在呢我們仍然是得不到回覆，所以呢我們專門來到你們的辦事處表達我們的訴求和我們的不滿，亦都想告訴大家聽到，就是其實大家我想相信你怎麼稱呼你？陳生，我想你都是編審部的員工是吧？我們都想知道呢你作為員工呢，知道呢你對於入面的內容含有這麼多色情的資訊、圖像，知道你又怎麼看呢？好啊，咁同埋咧，我哋都帶咗三封信嘅，一封咧就係俾你哋老細黎智英先生，另外一封信咧就係俾你哋嘅總編輯啊張劍雄先生，另外一封信咧就係俾你哋咧爽報嘅家長員工，因為我哋咧都有仔女，我哋唔希望咧，其實唔好講話淨係學生啊，係咪我哋嘅仔女？我哋唔想中學、小學或者任何嘅學生或者年輕人接觸到呢一份報紙入邊嘅不良資訊，但係因為你哋係免費派發噶嘛，咁即係換言之，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攞到嘅，咁呢樣嘢我哋接受唔到。希望咧馬上咧要求阿黎生咧，佢都係爸爸嚟噶嘛，係嘛？咁希望佢考慮到咧呢個社會責任同埋良心，
同埋我哋而家所有團體嘅訴求，希望咧佢睇清楚入面信嘅內容，就馬上立即刪除所有嘅色情漫畫、文字同埋各方面嘅嘢。咁而家我哋將封信咧正式交俾你，好嘛，再等。另外呢，我哋呢就是想表达呢，我哋呢觉得入面嘅内容係非常之不雅嘅。由于係咁不雅呢，我哋呢要將佢封胶袋，唔想人哋睇到。呢个都係法律嘅要求。所以我哋而家要做话俾你听，而家我哋入落去不雅。因为已经係19号、19号、19号、20号，已经係评定咗係不雅嘅。呢啲嘢我哋係要嘅。唔不雅嘅嘢，淫事嘅嘢，呢啲係影響緊我哋細路仔嘅嘢，我哋係唔要，所以我哋要表達我哋嘅訴求。我哋呼籲你再派俾啲人嘅時候咧，第一唔好派俾18歲以下人士啦，因為如果係不雅嘅刊物嘅話咧，如果派俾18歲以下人士咧，其實係犯法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派嘅話咧，請你記得包膠袋咧，有埋呢個警告字眼咧，先至好派俾一啲嘅市民大眾嘅咁。咁但我仍然呼籲市民大眾盡量係唔好去攞呢一份嘅刊物啦，因為既然佢已經係被評定不雅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裏邊嘅內容咧係有問題嘅，咁啊更加唔應該咧攞俾我哋嘅細蚊仔去睇，同到佢哋嘅價值觀同埋心靈啦咁。是股東，因為你上市的嘛，很擔心你這樣的經營方法會導致這個報紙蝕大錢，他也想有機會請你們三思和交代一下。好像這幾年你們做生意都不是挺好的，請你們三思是不是要這個方法去處理呢？因為很擔心他們呢會陷難的股本呢變為烏有，你再這樣搞下去，請你呢都幫我們傳遞，多謝你啊！好，多謝曬。